方说配合训练的话，你下来到维修区，你看到刚才自己的心跳，因为当时的心跳的脑含氧量的那个力道一定很大，你心脏要发挥更大的力气把血液打回脑，不然你会昏嘛。对，这是一个身体的本能。我觉得喜欢赛车的女生很会有共同兴趣，感觉会比较有话聊吧。目前没有特别想要放假的念头，因为不想错过最近遇到的这些好的剧本。目前在做一个电影的角色功课，对，然后前置体验生活，所以到时候出现跟大家见面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。